how we project power. That's good strategy. It's good for. 賓夕法尼亞大學體育教練因為涉嫌侵犯男童而遭逮捕。奧克拉荷馬州日前發生地震之後，又遭受龍捲風吹襲。佛羅里達州海岸衛隊努力防止一艘駁船沉沒。墨西哥警方在一家教堂附近捉捕了一条三尺长的鳄鱼。流行歌手夏奇拉是首位哥伦比亚人在荷里活星光大道留名。